在出场的将会是上一届这个项目的亚军，来自于中国澳门的黄俊华。他呢，在第十二届的时候呢是并列第五名，上一届是拿到了亚军。上一届呢，他是在输给了中国选手李建明。他的分数啊，9.67分。大家看他的发力，好，这是旋风回接后空翻接，单接的非常好，非常稳。外摆的是马内，非常稳。9.783分，感觉像呢，他独立切下来啊，每一个动作的这个完整，让他很好。对，就是他缺少那种连续的两个，像梁咏达那种连续两个高难度的这种连击，对，空中腾跃。啊，最后得分9.716分。哦，也是上七了。啊，他排在第二位，两个满分 ，A 组和 C 组两个满分，他的演练分2.716分。